而玉里警分局也配合联合稽查的工作，进行了八大行业的稽查，落实联名制，特别呼吁居家隔离或是居家检疫的民众要确实遵守相关的法令规定，切勿心存侥幸四处的爬爬走，或涉足人潮聚集容易造成群聚感染的营业场所。玉里分局在5月13号夜间7点到11点与卫生机关联合稽查辖区的小吃部、电子游艺场，落实联名制。再者，也呼吁居家隔离或是居家检疫的民众确实遵守相关法令规定，切勿心存侥幸四处跑跑走，或者是涉足人潮聚集容易造成群聚感染的营业场所。那两个日本回来的，我是那个亚洲外的。为了防治社区群聚感染，分局特别结合了玉里以及卓西乡的卫生所人员，实施防疫零检专案的勤务，针对辖区内的卡拉 OK、KTV、饮酒唱歌等容易引起群聚感染、密闭的营业场所列为稽查重点，采取密集零检稽查，以防阻疫情破口的产生。希望民众有道德心、有疫情观念，并且勿存侥幸的心态。记者高双双玉里镇采访报道。